right? And with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to our next keynote. It's from Bridge Huang, the GM of Tencent Game Cloud. And he'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of mobile games and cloud services. Please help me welcome Bridge Huang.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为大家分享。那我分享的主题是说，游戏云应该进入一个精细化的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刚才其实很多嘉宾都说了，说15年其实是很多游戏公司比较困难的一年。但是其实我们从收入来看，其实整个15年，整个游戏市场还是保持着非常高速的一个增长。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15年其实包括了手游、端游和页游，整个收入其实是在1400零7亿。那比14年其实是增长了2024%。那说明其实整个游戏市场其实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发展。对。 OK，然后我们再看到说，整个游戏市场里面，整个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说，这15年，整个综合收入在前10的游戏里面，其实重度游戏的比例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我们看到中日韩其实在前10里面有8款其实都是重度游戏。那在英美方面，其实基本上也占了差不多一半。那其实重度游戏的出现，其实也给说。 我们原来的很多的IDC的一些服务，包括云的一些服务，其实也带来越来越大的一个挑战。对。那其实我们在看说，其实在游戏最开始是上云的时候，其实它还是给到很多游戏，特别是手游，带来很多的一个优势。其实，在手游现在。 刚才其实也有嘉宾提到说，其实可能将来的几年，其实手游的整个市场份额其实是会超过端游。那作为手游，其实越来越重的一个行业来看，就是说，它对 IT 资源的这个要求，其实也是产生一些变化的。那其实，云其实最初给手游戏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其实还是说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弹性的一个收缩的一个能力。因为在手游来看，它的一个发展的阶段。 周期，或者说它自己爆款的一个速度，其实跟我们原来的预期其实是很大不一样的。那么，在云这方面，其实能够说，OK， 它能够实现真正是游戏的资源的时候所需之所得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它在这方面其实是最优先去解决了。原来我们 IDC， 比如说你要申请一些资源，它本身整个周期或者说整个这种。 包括提交啊，到最后的你的资源的下来，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对。然后第二个来看，其实还是说云给到游戏一个成本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省。当然，可能我们现在去看的时候，其实拿云的主机去跟我们原来传统 IDC 的一个 TCO 来比较的时候，其实可能单从价格比来看，其实它的优势其实可能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其实我们。 把这个周期再拉得长一点，比如说到1年，或者说到1年半这样的一个周期来看，其实整个它给你带来的这个成本，其实是反而是一个节约的。但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来看，其实它解决了除了成本之外，其实还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它能够让我们很多传统中小的一个游戏的开发商或者说发行商。 他能够把原来运维的一些繁琐的工作能够解放出来，其实让他们更关注到说游戏本身质量的一个研发或者说本身质量的一个关注，其实这样的话能够节省出很多的人力来。那其实我们在看说刚才回到刚才说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现在的游戏的重度化其实越来越强，那其实。 可能我们原来说，OK，成本弹性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但其实发现说，当我们游戏，特别现在是RPG 啊、MOBA 啊等上来之后，我们其实
对云的这种自然的诉求其实是越来越丰富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主机的这种 CPU 啊，或者说对内存啊，对整个IO 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我们原来的一些虚拟化的一些技术，包括虚拟化的一些能力，其实可能应对这些变化，其实有时候其实会遇到一些问题。那其实在15年，我们其实因为在整个腾讯云上的一个游戏平台，其实我们也接了很多很多种类的游戏。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其实整个腾讯云上游戏的这种 IP 托管的整个份额，其实占了整个公有云游戏的份额就是70%。那在这么多游戏里面看，其实我们也是在15年里面，其实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就第一，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原来其实传统来看，我们很多的游戏其实，它对一些机器或者说它物理机上面，它可能遇到了一些的问题，其实在云上面可能其实遇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原来讲究弹性的同时，其实可能在因为虚拟化的一些原因吧，可能说它本身的一些性能，其实大概我们看到是有5%的一个下降的时候，那其实可能对一些MOBA 类的游戏，它非常敏感或者主频非常敏感的这种游戏来看，它其实是满足不了它的情况，其实还是要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优化的。对，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游戏除了对基础 IT 的资源的一个要求之外，其实它可能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因为现在众多游戏出现的话，有很多其实我们需要一些语音的服务或者说这样的服务的时候，那中小的一些游戏公司它要再去开发这样的一个模块，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长的。那如果云其实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的话，其实让他们本身的这个游戏上云的这个能力其实是会变得更快。第一，然后回到说，因为回到刚才说，其实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一年里面，其实我们除了说满足了这些游戏上云的需求之外，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说，其实针对刚才的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优化。那我下来其实就会举几个例子，去说明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帮不同类型的游戏去解决一些它本来可能遇到的一些性能啊，或者说一些成本啊等等弹性啊等等方面的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款游戏，这款游戏其实它是一个全球通服的游戏。它可能希望在架构上面支持是一个20万同时在线的一个游戏。那它选择了一个我们传统来看，就是因为我们传统来看有一般游戏的架构会选择比如说 SDB 啊，或者说Legacy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但这个游戏它其实选择了一个Space 的一个存储的服务。那这个服务其实它有它的一些好的地方，比如说它整个扩容啊，或整个的增长啊，其实还是比较快，扩起来比较快。但这样的一个架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Space 跟前端的一些游戏的逻辑算法去交付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个网络流量的一个要求。包括其实我们传统千兆网来看，这个其实也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因为整个game server 跟后面的一个存储 server 其实有可能突破一个万兆的突破千兆的一个几千兆的一个流量。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并发量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可能它 IO 本身的一个访问其实传统的 SATA 或者 SAS 的盘其实已经完全满足不了这种诉求。那其实在基础上，其实我们的万兆网络加上万级的一个 IOPS 的这种本地盘 SSD 的这种来看，其实已经迫不容缓了，就是我一定要去应对这些新的重度游戏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更好的硬件支持来支持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其实我们其实也去对比了一下，就是说整个行业来看，就高性能 SSD 的一个性能，那我们其实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本身我们自己的积累来看，其实整个我们的本地盘的一个 SSD 的整个性能其实会达到4万IOPS 的一个这样的性能。那这样来看，其实万兆加上 IO 高 IO 的这种支持来去，一方面其实我们对游戏本身的这种配置要求也能满足，另一方面其实它也能够说去满足我们一些热签啊其他等等
本身的一个云的一个架构的一个升级吧。然后这是一款本身我们看说这款游戏其实它是一款对内容或对素材本身是更新比较快或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那它本身可能刚才看来 DAU 本身应该在过千万级的一个 DAU 的游戏，那它每很多的素材去更新的时候，它每发一次它的更新的内容或更新的包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些流量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大，可以大到可能可以到瞬间的峰值会到几百 G 这样的一个量。那对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其实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计算带宽来讲，其实本身这个现在的整个价格其实还是偏比较高一点。那我们是跟整个开发商去怎么去看说采用一些更好的办法能够共同应对这个带宽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还是做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手段嘛，就比如说我们会针对整个一些素材做一些压缩上的一些技术的优化，能够针对比传统的一些压缩方案其实会更好。那基本上能够原来一般50%的压缩比的一个比例的话，我们可以做到70%多的一个压缩比的比例。那这样的话其实对整个素材的一个大小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压缩的。另外其实我们整个 CDN 或者说整个流量计费的方式其实会更加灵活。那么我们其实会针对说整个所有这样的一些历史数据它的一些监测，那我们其实会选择一个跟开发商选择一个说整个成本比较低的一种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方案。那其实这里这些成本其实其实非常可观的，对，特别是说对一些本身素材或者说更新比较频繁类的游戏来看，整个成本可以接到80%，节约80%这样的一个成本。对，这是一款就是 MOBA 类的游戏。那这款 MOBA 类的游戏其实它整个同时在线其实超过40万，其实就可能大家算了一下，其实可能它现在已经算是全球第三大的一个 MOBA 类的游戏了。对，然后MOBA 类的游戏其实也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本身对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高，因为它有很多对战的需求，稍微一点点的延迟其实对整个游戏的这种体验其实是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MOBA 类游戏其实因为它有一些寻路算法啊等等一些算法的原因，它整个对 CPU 的要求也是非常非常高。其实我们以前可能看到说一个 CPU 的主频它 2.4 或 2.3 它本身可能差别不太大，但是其实在这类的游戏里面去一点点的或者说虚拟化的一点点的优化，其实对整个的这个游戏的性能提升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对，然后其实这类的游戏其实是对我们原来云的一些虚拟化的技术，包括我们一些网络模块的优化，包括说我们网络模块原来有一些物理机上支持的多队列，包括我们一些SLV 的一些支持，其实等等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虚拟化的这种技术提升还是非常非常非常要求非常高。那包括其实我们也会为这类游戏单独去建一个独立的资源池，就让游戏本身在这个资源群里面去做得更好更加稳定。那其实我们等等就是为每一款不同类型的游戏我们去针对对他们去做些专门的指导或者优化。那 OK， 在过去一年其实我们还是说总结来看，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整个游戏云的服务其实能够提供基础设施之外能够为游戏本身的一个 PaaS 层的服务或者 IaaS 层的服务提供更多的一个服务。那在基础设施方面其实弯照啊 SSD 啊其实现在已经可能成为云的一个标配了。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我们还有希望，因为从刚才的一个嘉宾分享来看，其实整个中国来看游戏出海其实还是非常迫切，或者说非常非常多大家就海外一些金矿嘛，大家可能都想去挖矿。那其实在我们看来其实也在海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包括我们会跟一些友商去建设一些共同建设海外的点，那整体去为整个海外的游戏一个服务。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说可能VPC 这块就是我们本来还是想去一些开发商他本身可能在连 IDC 上面有一些服务，但是去往云签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比较困难，但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VPC 混合音的一些网络的技术能够把
它沿着 IDC 跟我们云整个做一个打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那让本身它上云其实铺平更好的一个道路。那其实基础设施方面，其实是可能我们说实话都在各个云厂商里面大家提供的这种功能或者说这方面其实大同小异吧。那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在帮助游戏方面，其实是在游戏的一些pass 的服务这方面会给游戏会带来更多的一些增值 的能力。那比如说在游戏里面我们看到说特别是 MOBA 类的游戏，它本身对网络的延迟其实是比较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我们传统的做法可能是通过一些 CDN 啊反向加速啊这样的一些办法来做，但实际上来讲我们真正要做得更好，其实还是得从游戏本身客户端的一些显露的能力、监控的数据等等的这些的方法来去帮助这些游戏能够在延时或者说这方面就能够做得更好。对，语音服务刚才说过了。另外就是说可能当刚才说 VR 其实可能大家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了的。那 VR 这里其实腾讯或者说我们其实也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去为 VR 去做一个接入平台这样的一个方案。那我们其实也会跟这个团队一起去合作，那把这个方案能够上云，通过云的方式为大家提供服务。刚才说了很多很多都可能都是技术上的一些优化或者说我们技术上的一些体验的东西。那这里其实我们也是说，因为腾讯本身整个游戏的生态来讲还是比较完善的，那我们其实也会结合腾讯本身的一些生态来去为合作伙伴去上云能够做得更好的一些服务吧。比如说我们 H5 的话 会跟空间的玩吧啊，比如说跟浏览器啊等等这样去做一些合作。那在移动游戏方面我们跟应用宝也会给大家厂商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扶持啊。对，然后这一块其实还说其实我们看到说现在中国百分之我们看到应该是80%吧都游戏开发商其实跟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关系那我们一起来去共同成长。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里面也跟更多的游戏厂商一起来加进来，然后一起去成长。最后就是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和腾讯云的一个公众号，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我讲完了。